ever. May I have a teacher now?
的脸很可爱，蓬蓬的。这是这蓬脸颊颊。好，十号小朋友，他穿的是小冰冰，穿的是我们家小冰冰夹。哇，16号没有来，对不对？16、17没有，16、17、17没有，18号是那个忍者夹。19号小朋友，汪汪水汪汪，送了给他眼睛水汪汪的小猫咪夹。小猫咪夹，哇！好，第一个，
来，给他什么呢？ 给他精灵奖， 小精灵， 35号小朋友，小朋友来看一下哦，哇，他穿的这个是非常酷的装，就叫恐龙装，恐龙奖。好，我们在35号的小帅哥，他穿了一套红色的超级帅的服装，我决定颁给他最佳帅气奖，挥挥手。 小朋友，哇，他穿的是我们最喜欢的 mini 的衣服，所以我决定要颁给他最佳欢乐奖。37号的小朋友穿着最恐怖的恐龙套装，导演，我要颁给你喷火恐龙奖。 国成，38号，国成，38号的小朋友，大家看到他戴了神秘的眼罩吗 ？Andy， 我要颁给他最佳神偷奖。啊、好，我们是看到39号的，有小蝙蝠在头上的。的 Nora。 他刚刚在音乐时候跳得好漂亮哦，所以我要颁给他最佳舞蹈奖。我们号的参赛者，Sabella，刚刚他最有气质，在全部小朋友里面气质出众，我要颁给他最佳气质奖。40号，40号，40号。 40号哦，好，那我们现在快快的，我们接下来就只要最后一个 final winner， 一个男生一个女生，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下台了哈。来 ，final winner 男生是谁呢？好，男生组我们给的是10号的宝宝。 因为呢，他妈妈也有打扮，所以非常非常的最佳创意跟最佳造型奖，妈妈的宝宝的打扮哦。那我们看到那位的女生呢？女生是33号，33号的小女生，请往前走哈。我们是一个小蝴蝶，33号，33号。 小朋友马上要蹲一下，这样子后面你看我上面后面才会漂亮的裁判姐姐们才看得到你的小朋友哈。二，最后，三，好，停。我看一下，动作，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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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我们暂时干好，准备好了吗？
到刚刚前面的小小朋友，还有大哥哥、大姐姐怎么表演的，对不对？来，我们是小新的三号，三号，请问你是？来，我们访问一下，三号，放音乐喽。等我说开始走，我们就往前走，好不好？跟着我走，来，预备，音乐姐姐，开始，一、二、三、四，谁走最快？五。找到爸爸妈妈了吗？妈妈找到爸爸妈妈，再往前迈小，爸爸妈妈看不到你哦，爸爸妈妈看不到你哦，我们往前迈。有没有找到爸爸妈妈？有的就挥手，有看到爸爸妈妈就挥手。有没有看到爸爸妈妈？有就挥手哈。来来来，这时候是你们唱歌最好时间，要不要转个圈圈？哦，有些人的裙子好漂亮哦，转一圈给大家看看，转一圈啊，转一圈哦，还有有了有尾巴吗？有尾巴的，哇，那我们背部，背部给爸爸妈妈看一下，转转转你的背部，你后面有尾巴，后面有尾巴的，尾巴给爸爸妈妈看一下，好，好啦，好的，扭一下屁股，来，我往左扭，来，一、二，看谁最后扭屁股了。我们把最后扭屁股讲的哦，来喽来喽，好，我们好的，爸爸妈妈说再见，我们往回走了，好不好？来，我们往回喽，来，一、二、三、四，有人没赶上哦，有人没赶上哦，看谁最后一个靠墙，我们找看谁最后一个靠墙的，谁是最后一个靠墙的，谁？还有八一，哎，你们两个比赛看谁最后一个靠墙，快点，你加油！看我是神力女超人还是八一八一？要靠到墙啊，靠墙！来，神力女超人，举起右脚，裁判阿姨要看谁可以把右脚举得最高的右脚，好，来，一二三，谁最高？谁最高？好像我最高哦，快点，右脚，右脚，谁举得最高？哦，好像胡皮姐姐举得最高，快点，大家会举右脚吗？右脚，谁右脚？右脚，右脚举得最高的来，好，右脚，来左脚呢？左脚呢？左脚呢？有没有左脚？左脚，左脚，左脚，好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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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我们谁最后转圈圈？我数到三，看谁可以转圈圈哈，谁最快转一圈哦？来，一二三，转圈圈，谁先到？哇，好！哇，好，小心小心小心，好棒好棒，好像五十七号跟五十八号你们转最快哈，转最快。谁呢？谁呢？好，我跟你说，因为是 Halloween 嘛，对不对？我们要看看谁的胆量最大。我跟你说，我有带我一个小朋友出来哦，你等一下。你觉得有没有敢去碰我的小朋友呢？有没有敢去抓我的小朋友呢？那是什么？请问那是什么东西？有人敢来碰吗？有人敢来碰吗？最佳勇气奖，最佳勇气奖，小心碰，小心拿到。好，没关系，我们的蝴蝶姐姐先拿到哦。好，接下来我们还有更恐怖的，那个还不算什么，来，我们往后。好，大家好厉害，我们裁判姐姐已经有看到谁最厉害了，来了。我说好了，就谁敢去抓哈，把他抓回来了哈，谁先抓回来，谁敢先抓回来。我们的裁判阿姨有看到了哈，原来自己不怕哦，我超怕的。那我看看，好像还有一个东西哦，啊，这是什么？你有看到了 ？Snake， 有没有人会怕的？有没有人会怕的？裁判阿姨看看呢，有没有人会怕的？谁跳的最高？谁跳的最高？大家都很棒，好不？很棒哈！来，我们还有几一些的彩友，我们看看谁最厉害哈！来，我们先排好，赵书生排好。刚才你的左边右边是谁呢？来，我们先排一下队，不然我们的那个谁的头发最长呢？啊？我们看看是五十七号，你的头发，我看一下有没有很长，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哎，这是三号的比五十七号的长哦。
好棒好棒。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谁可以跳得最高呢？跳得最高奖，高高奖跳，数到三，一二三。好像哇，我好像看到有几个跳得真的很高哦，好棒好棒好棒，好棒好，停，好，谁可以不动的动手的，都不要动，你不要动，哦，不要动哦，哈、哦，来，好棒好棒，好，我们裁判阿姨都看到了哈、哦，好，我们要准备喽，准备给下，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要把，我们今天所有的女生都打扮得非常好，但是我们要努力，一个小朋友他带了一个大恐龙来，所以我们要颁给56号的。我们今晚先走56号的来，我们走到前面让妈妈看一下，妈妈在哪里？妈妈在哪里啊？56号，哪一个是妈妈？哇，你还带一个宠物带出来了哎、欸！今天有没有为他出发呢？好，你请棉花姐姐上台讲黄冠哈，很棒很棒很棒，来，好棒。我们走回来，来，56号。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一组的小男生谁会赢呢 ？Final winner 的小男生会是谁呢？我们请下，请问一下我们的裁判姐姐。我们今天的所有男生都表现得超级好，每个都超级帅气，超级有特色。但是我们今天要把这个奖颁给道具最多、手里拿红色的喇叭还有灭火器的45号。45号，哇！请往前走，所以我看得到你往前走。爸爸妈妈挥挥手，爸爸妈妈在哪里？我们看看谁帮你打扮的。爸爸妈妈在哪里呀、啊？好棒哦，好棒好棒，来给爸爸妈妈拍个照哈。好棒好棒 ，Final winner！ 好棒，我还有先拿奖金可以拿哦，不错。好，谢谢各位小朋友的参加哈。然后我们这一组来，我们看着美女姐姐，有没有很棒的那个美女姐姐？我们跟着他往台上的右手边走下去哈，我们跟谁？接下来你们20到30秒，一样，我们走到前台，就像一个走秀一样，走到前台，停一下，微笑，转个圈圈，给爸爸妈妈还有你们的粉丝照个相，然后听我的 cue， 我说往回走，再往后走，走到靠墙的地方好吗？好，准备好了。待会音乐一出来，我数到三，我们就一起往前走了，好吗？好，来，音乐姐姐，来，预备，一、二、三 ，Let's go！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停下！呼，如果你是超人的话 ，Come on， 给我是超人的样子；如果你是小虫虫，给我虫虫的样子；如果你有尾巴，来，尾巴给妈咪秀一下，啊？你会转圈圈的，转一下圈圈。会武术的来踢一下武术。呜，不是，你是小国王的来秀一下你的披风，你的披风在哪里？给爸爸妈妈看一下，很棒哦，好棒哦，哇！准备好了吗？好，这时候我们往后看，往回走喽，看谁走最后一个。来，预备，开始。小心，好，好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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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很棒哦，好，接下来我们看看才艺表演哈、哦、我们看看有没有人会武术。哎，等一下，我看到了1 2 3，好，4，好像有4个超人还有忍者，我们要不要看有谁会表演功夫的或者武术的，请往上，往前，请往前走两步。哇，谁会表演武术功夫的呀？ Yeah， 好，来，这是五秒钟，让你表演一下，记得给裁判阿姨看到你哦，给裁判阿姨看到你。我看谁是最会功夫组哦，最会功夫的，哇，好棒哦，哇，不能打到对方哦，我们要看一下他的真面目到底长什么样子。哇，裁判阿姨不要忙着注意啦，你们要看看到底谁比较好啊，哈，好棒好棒好棒哦，忍者龟也会武术啊，
马里奥也会啊，这怎么不晓得？好棒好棒好棒，嗯，好好好，来，我们请这些武术高手回位置，来来来来，有点累了吧，抢一下，来，好，我们往后往后往后，接下来，既然男生，让男生小男生休息一下哈、哦，接下来我们的小女生，我看好多小女生穿好漂亮的公主装，而且还有不一样的发色，我们请一请会走 ，Let's say。你觉得你很漂亮的小女生，我们待会往前走，转个圈圈，看谁的裙子可以飞得最高，好不好？好、哦，音乐出来，我们就往前走。有穿裙子的小女生来，往前走，记得转圈圈小女生哦。我们要小女生转圈圈，小女生哦。好多小女生来转圈圈，看谁的裙子，看谁的裙子可以飞得最高，谁的裙子？小女生哎、欸，小女生哦，哈、哦，好棒，好棒，好棒哦，好像我看到了哦，谁的裙子飞得最高？好，我们三个阿姨都看在心里的哈、哦。好，来，我们全部往后走，很棒，很棒，好漂亮，来，我们靠墙哈、哦，好棒，好棒，好棒，好，啊，自己找好自己的号码哦。刚刚好像啊，好像有些小男生不太清楚他们的，我只要看我们全部的脸都往墙。好不好？来，一二三，来，我们转身过来，转身过来，转身过来，我们转身过来。好，我说到三，我们就开始扭，看谁最会扭屁股哈、哦。我看到有人有尾巴哦，有尾巴的，有尾巴的，就看你喽。来，预备，开始，谁最会扭啊？谁最会扭？谁的尾巴在动？谁最会扭？呼，好像有一只乌龟很会扭、哦，好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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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好棒，好棒，好。好，最佳流汗奖哈、哦，有看到了哈、哦，好，好，好，那接下来 ，OK， 来来来来，马利欧先生，马利欧先生啊，我们是72号，好，获过奖哦，请美女姐姐颁奖，呜，至少爸爸妈妈给他拍个手吧 ，OK， 62号，恭喜。功夫奖，对，功夫了。
七十一，七十号小朋友，哇，他今天跳好多舞，很会跳舞哦，然后他又会打武术哦，他是最佳武术家。71的小朋友呢，他刚跳舞很卖力哦，他是最佳最会流汗家，最会流汗家。好，72小朋友，他是因为玛丽，超级玛丽，玛丽哦，他最会什么呢？他是 hip hop， 他刚跳舞很卖力的 hip hop 家。73小朋友，哇，他的头发好贵，那是头发吗？非常的酷啊，像那个，他是最佳的造型奖。好像带不上去哦。好，接下来是74的小朋友 Brandon， 他戴了一个超帅气眼镜，一直在发电，我要颁给他最佳电力奖。小心一下，来笑一下，待会转过去可以给妈妈看一下。
的 night 会是谁呢？会是哪一个男生呢？会是哪一个幸运的男生呢？来，我们请裁判姐姐今天的 final winner 给男生是哪一个小男生？今天真的是竞争非常激烈，每个小男生都打扮得非常的有特色，完全选很难选出来。但是因为我们刚刚在跳舞的时候，还有做武术的时候，有一个小朋友特别卖力，他穿着黑色的衣服，黑色，好像武士一样，赶快把面罩遮起来。武器是谁？黑色跟武器是哪一个？你是黑色吗？国际汉语优。